一本下面这一块上都是裹上货，或者这当年才是套筒的，这样是死的，才这是专门的货嘞。这才谈上哪一夜弄了吗？啊，那人那老夜了呀。啊，老夜了。啊，这多那关这个都一波了年了，我老夜了呀。啊，老爷干部哪头用了？啊，传到你这儿来了。嗯，一波了年了，少一本了。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东西都不知道当时是干什么用的。假如能猜出这个东西的当时的用途，绝对是一个相当牛的人，至少也是非常懂行的人才能看得出这个东西当时的用途是干什么的。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东西都不知道当时。根据权威专家鉴定，这件宝物足可以在北上广深换得一套豪宅。有识得此物者，请根据权威专家鉴定，这件宝物足可以在北上广深换得一套豪宅。有识得此物者，请根据。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东西都不知道当时是干什么用的。假如能猜出这个东西的当时的用途，绝对是一个相当牛的人，至少也是非常懂行的人才能。请用家乡话说出他的名字，我就想知道你们都管他叫啥，看看评论区中是否能找到老乡。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东西都不知道当时是干什么用的。假如能猜出这个东西的当时的用途，绝对是一个相当牛的人，至少也是非常懂行的人。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东西都不知道当时是干什么用的。假如能猜出这个东西的当时的用途，绝对是一个相当牛的人，至少也是非常懂行的人才能。我相信很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施主，艺术品不说钱，不说钱，那说什么？说缘。啊？缘？对，18000元。能施此宝者，分文不取；不施此宝者，重金不卖。能使此宝者，分文不取。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东西都不知道当时是干什么用的。假如能猜出这个东西的当时的用途，绝对是一个相当牛的人，至少也是非常懂。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东西都不知道当时是干什么用的。假如能猜出这个东西的当时的用途，绝对是一个相当牛的人，至少也是非常懂行的人才。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东西都不知道当时是干什么用的。假如能猜出这个东西的当时的用途，绝对是一个相当牛的人，至少也是非常懂行的人才能。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东西。家趁万贯带不走，唯有古玩传家久。修得慧眼识珍珠，才有点石成金手。可惜眼力最难修，世上行家几人有。男人的最爱，哎呀，全不锈钢打造的，都可以活动，也可以拆卸，而且应该可以发射，也没试过，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，有时间试一下。根据权威专家鉴定，这件宝物足可以在北上广深换得一套豪宅。有识得此物者，请。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东西都不知道当时是干什么用的。假如能猜出这个东西的当时的用途，绝对是一个相当牛的人，至少也是非常懂行的人才能。